一闪一闪亮晶晶 ，kira kira kirili。大家好，我是 AKB48 Team S 的一期生朱琳。今年呢，很荣幸得到了参加创造营2020的机会，并且看见了外面更多更广阔的世界。也得到了很多的成长，同时领略到了大人世界的多样性。其实从年初开始，我就一直被各种事情所缠绕着，状态其实不是特别的好。有大家知道的事情，也有大家不知道的事情。但有幸的是，我身边一直有大家，因为大家的给我的支持还有鼓励，我渐渐地振作了起来，并且被大家拯救了很多很多次。一直以来对大家的支持和喜欢都感到非常的感激，但同时也有对大家很抱歉的地方，就是我好像大家担心太多次了，这跟我的初衷有所不一样。因为我之前想说要做一个能给大家安心的偶像，但是我之后一定会继续加油的。这一次是我们 AKB48 Team SS 的第一届选拔总选举，我对于总选的印象其实一直都是恐惧。然后之前其实听说这个消息以后，第一想法是想逃避，但是果然比起逃避，我觉得还是要直面自己内心的恐惧，并且去战胜它。这一次总选的目标是前三名，希望大家能够相信自己，同时也相信我，我们一起手拉着手，努力前行吧！谢谢大家。